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子蝶去世之后，你就一直在守孝，你我从未同房，怎么可能怀孕？ 你的意思是，你觉得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？那不然呢？唐静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恨我瞒着你爹的事情，但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报复我？好，你说的没错。 这个孩子，你想都别想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醒了？我已经找好大夫了，明天就会来府上。 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想要孩子。日后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机会，我们会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我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。 你是想报复我？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我不能眼睁睔的看着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我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小北辰，我告诉你，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在我在，他亡我亡。是不是我跟你走？ 你就可以放过他。上车。阿强，穿在你身后，好自为之。日后不要让我在背心看到你。